大家好，我是 Vivian， 欢迎来到 Vivian 的三语小课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粤语中有哪些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词汇是从英语音译过来的。第一个词是小费，一般是指优质的服务或者好意而给予小费，作为给服务员的奖赏。小费粤语的读法是 tipsy， 这个词是从小费的英文 tips 演变过来的。同时粤语贴士还有指参考的资料或者提醒提示别人的信息，如考试或者游戏的提示。例如，在中国啲客人唔兴俾 tips， 在中国客人们不习惯给小费。第二个词是计程车，粤语的读法是 taxi， 这个词是从计程车的英文 taxi 演变过来的。例如，打的士太贵了，我平时都系坐巴士。坐计程车太贵了，我平时都是坐公交车。刚刚的例子中还出现了同样从英语音译过来的词语公交车。公交车粤语的读法是巴士，这个词是从英语 bus 音译过来的。第四个词是号码，号码的粤语读法是 number， 这个词是从英文 number 中演变过来的。例如，给你个 number 我睇睇，给你的号码我看一下。今天我教给大家四个和日常生活有关的粤语词汇，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一、小费 tipsy；二、出租车 taxi；三、巴士；四、号码 number。好了，今天的 Vivian 三语小课堂就到这里了，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我们下期再见。